好呀，因为之前有小可爱说想要看我的 vlog，所以皮皮子的 vlog 开始恢复更新了，而且接下来会有蛮多内容可以跟大家分享的。这条小皮裙呢，大家都见过了，就是 Gany 的那一条，然后我没有之前穿背心的时候那么瘦了，所以今天搭一件 T 恤在里面，下面穿的就是我最近爱的厚底鞋，大大的带子就是我平时去游泳的装备。一会儿再跟大家分享。下面在公众场合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分享一下我的游泳必备品。这个是我换洗的衣服的泳镜，还有泳帽，再只剩下就是浴巾，还有我的泳衣啦。我的必备品就在这个小小的化妆包里面。因为我戴隐形眼镜游泳嘛，然后戴上那个泳镜之后，如果不把睫毛卸下的话，会有点难受。所以呢，我一般游泳之前会先用这个 Kiss Me 的专门卸这个睫毛膏的卸睫毛膏液，然后把睫毛卸掉了之后呢，就清清爽爽的。然后眼影呢也卸掉差不多了，就可以戴上泳镜就比较舒服。睫毛卸掉了之后，就是剩下的妆就很容易卸了。然后今天就给大家推荐这个，这个是便宜大碗，性价比超高的一个卸妆巾，是一个卸妆力算是蛮强的一种卸妆巾，而且卸完之后也清清爽爽，不是很油腻的那种。卸的干净是一个方面，另一个方面是它真的很便宜大碗。5刀就是大概是35块钱人民币，它里面有15张，就是很便宜大碗的一个东西。只要把睫毛卸掉之后，剩下的什么眉笔呀、什么眼影啊、口红啊，都是可以擦掉的。这个我也不是特别推荐嘛，这个是我买他们洗发水多送的一个旅行妆、变形妆。烫了卷发之后，我这个头发特别特别的受损，就是很枯燥。然后很毛躁。最近我在用的一个发膜是这个施华蔻的1分钟发膜，就还蛮快速蛮神奇的，就是用了它之后呢，头发就没有这么干了。然后会再抹这个，就是在微博上给大家推荐过这个东西，抹上之后再吹干，我头发就没有这么毛躁了。中文名叫爱茉莉的洗面乳、洗面奶，细腻柔和，就洗完之后清清爽爽，也不会很干燥，皮肤摸起来就是干净滑嫩。很红的这个眼药水，说是眼药水中的爱马仕，因为有时候戴泳镜，那个泳镜会漏水嘛，戴不好的时候，然后滴一下这个眼药水，就会对眼睛比较舒服一点。还有一小包的创可贴，以防万一嘛。因为我现在是蹭我姐家小区的游泳池游泳嘛，所以我基本上就是会到他们家洗澡。我游完泳还有那个熊猫眼，这是我绵绵捡出来的是吗？这个是什么呀？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骆驼鸵鸟是不是？鸵鸟，然后这个呢？长颈鹿。对，长颈鹿。这个是牛吗？犀牛呢？是吧？犀牛。蝴蝶。蝴蝶。蝴蝶。还有树木。还有一个是什么呀？树。这个是草是吗？花。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个，再卸一下这个眉毛，这个都可以擦掉的。防水的化妆品也是可以擦掉的。然后我再洗澡洗头。Do it. What? Get married. Hey, Robin. Me too.
Let's do it. Let's get married. Lillian Marshall. When everyone sees you, they... I can't for listing for one of those. 大家好呀，今天我穿的是这身，超级超级热今天，但 Ashley 这件长袖衬衫还蛮好穿的，就是也还蛮防晒的。我今天打算做一个冷面，所以待会儿就打算去把菜买一下。然后呢，这个短裤终于改好了，可以穿上了，大概就是这样的。然后呢，下面穿的是这双，牌子的清单大家可以看评论或者是简介。然后我今天就不多说了，因为我昨天晚上没怎么睡好觉，所以今天我们是一个安静的皮皮子。好，下面我们出发。刚路过丝芙兰，就是没有想到罗意伟这个香水在国内卖的价格还蛮合适，然后我就买了这款淡香，比较适合秋冬吧。然后买一盒秋葵，把鸡蛋煮上的时候，我们切一下黄瓜丝儿。定个14分钟，家里面没有碎冰块了，我现在自己砸一个。真的好原始，水开了之后排排坐，秋葵排排坐，冷面汤，生的水，完美。然后加入已经冲过冷水的冷面，但我今天好像煮的有点过头了。排排坐。加入泡菜若干，加上刚刚的溏心蛋，再撒芝麻、酱油，挤上点芥末，最后加上点冰块。加上冰块之后就觉得真的是冷面了。最近我的新宠牛奶，nice， 它又弹回来了，超赞，一点都不坨了。nice。大家好呀，今天又是新的一天了。昨天晚上呢，我又没有怎么睡好觉，睡太晚了。但是呢，今天我莫名的有精神，然后现在要出门了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穿的。我又穿了这件 muscle tee， 然后我的 APC 的腰包，然后呢，还有我们家这条超级超级好穿的哈伦裤。就你们看我这样俯拍，腿还是显得很长，而且呢，这条裤子我刚刚收下来的，就一点都不皱，完全不用烫，就是这么好穿，一穿就能出门。
然后呢，我脚下现在穿的鞋子还是这一双，就穿脱很方便，很舒服。今天要特别的给大家介绍我的发型，因为我好不容易把它扎得很稳很紧，因为我这边是卷发嘛，然后发尾就会这样子很翘，就很像羊角辫。是谁说32岁不能扎羊角辫的？是谁？谁？你给我站出来，站出来，站出来！我也不听。我又来吃儿时的回忆了。上下单了两双鞋子，今天我们来一个开箱吧。你们会不会有时候觉得我很幼稚？不好意思，阿姨就是这么个幼稚的人。哒哒，也是一双 Stella McCartney 的小靴子，这真的很像登山靴，看起来 nice。让我试一下，也是我喜欢的厚底。这个鞋型我挺喜欢的，感觉不会显得太大吧脚。然后还有一双白发的，也是小靴子，但应该是双皮靴了，也是大概是一个超底的价格，就很高的一个折扣的时候买的。Nice， 一个麂皮的，很秋冬的颜色，然后鞋跟也是很舒服的一个高度，好可爱哦，怎么这么可爱，然后又很帅气，而且挺轻便的呢，没有我想象的厚底这么重。哇哦，跟我这条裤子也蛮搭的，后面一片狼藉。当当，鞋码也很合适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好看？当当当，一点都不显得我的脚很笨拙哎。这双也好好看，怎么跟我这条裤子都这么搭呀？鞋型好好。哎呀，真直，我这羊毛薅的。放在厨房的这盘薄荷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换土的原因，就像那个叶子有一点点枯掉了。好在阳台的这颗薄荷还可以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从它下手。刚摘的薄荷，把它们抖一下。加
上朗姆酒，再放上冰块，自己种的薄荷感觉比较香。我飘了，竟然敢大晚上的喝酒。没有，因为我觉得这一周的运动量可以了，所以就放肆的喝一回小酒酒。我们来看电视吧。